虎如白兔，白熊如熊，冬天不念了。休息我，你我花到大你们来动手，你要当初人家是先前红熊，千万不过熊阿姨，现在人在风俗，你也不明白吗？我连不低气了啊！红熊点点，我的家在公公大嫂，让你这个平安就好，你随花彩金銮宝殿万吉星。万岁啊，老人家，安怎样？万分感激啊！我你是不得小弟和人认错，当初我是妖魔鬼怪要杀我。刚才老人家的看到位是讲奇怪，你给我中午的老人家哪有这个能力来相救我人性命呢？你当今我好过啊，你娘刚刚就死啦，我唔知有可能叫你变阿婆大事，你双公主啊，你只死大病啦，大病你让生命造型，风中未过第一道路，你真系造成不了大病呢啊！是啊是啊，我连其他有因缘信息，为什么？一来扰乱后继哦，真客人总认不出老人家，那如何？你上求官人受命，有功在朝，我做你家风重赏啊，家风官啊！哎呦，我食到这老啊，你头毛水像白啊呢，你头脑都真系袂记哩啊！你叫我做官吼，袂用五大师，会五个国事，有功便有福。你不料在朝为官，无你叫何名何姓？我已经输了黄金千两，丢断百皮啦！我跟你讲啦，车二十六，我送钱给我，我的钱足多，就是我开袂去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做张福建，啊，我有带一个某，人阿妈叫阮某做福建车，啊，阮阿妈是真好。今日阮某无在呢，无阮妈富强富庶，那基础何事呢？伫咧红沙外遐有一个红红名厝啊，内面住阮阿妈某。小花，对啊，安雅子，对啊，你南山边啊，你说只有你老夫妻，是啊，但我阿妈无尔啦，你钱也无爱，官位也不了，无爱无爱，俺不哩上求官人性命，是无官人嘞，一辈共你拜谢。安尼的母幼是不是人好多，也不知妖怪发得如此厉害，还我一时认错人，那哪里是平安就好，是我人相救呢？有一个老人家，家住在何处呢？伊讲在城外，有一个翁爷做，呀，那边有牧民嘛，唔知影呢，讲水老夫妻离异啊。南山边，是啊，南夫妻，那你赶紧，老天南山边，你找谁翁爷做？你丫子！会中有两尊的木莲，一男一女嘛，两尊木莲。哦，画面变咯，红莲啊，是什么呢？你可能是捧佛在天，在你危险之时，是众神相救，救你并非是你，那是土地公，土地婆，土地公，土地婆。哎呀，厝内边，你讲只有两尊的木莲，那就是土地公。来救他呀！哎呀，原来是为了你前来相救寡人的性命。见了安尼，寡人苏少便好解答应，应该好解奉承。不如我命令，改建造一间福德所，你来改装下金身，寡人亲透莲香，奉伊福德正神。福德正神，我看面人去读书呢呀。一切委任了你，王兄下跪，王位啊王位，你在家为官年轻包青天，可断阴阳，为甚如今这么正糊涂，怎么无上官人小两面呢？同你请是位天师咯，也能做个怪水包青，在当年我唔知妖怪发得如此厉害，也是我叫糊涂认错啦。
今年后宫未当平静，应邀怪出龙，不如怀刀剑再做一个。你看那你三个月时间，可以三个月来受妖的怪，成功保住了。